惹怒老婆一句话，杨浩如当场变丧尸。你好好想一想，我们要怎么走下去？好严肃，我好好想一想。至少他愿意跟你沟通哦。什么叫做我好好想一想？为什么你不好好想一想？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其实他不用想，你只要这时候跳到身上咬他，这样就，他就知道说，哇，糟糕，如果讲这种话，我会被咬，是有没有？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